首個用組裝合成建築法的住宅項目將軍澳百勝閣消防處紀律部隊宿舍開始動工，預計可以提早明年年底完成，每個組件最快只需要15分鐘就裝好。由郭永恩介紹一下。我而家就踩住樓下嗰個盒仔啦，其實話冇錯，頂就係、是。發展局局長黃偉良口中嘅盒仔就係3800個預製組件，裝嵌已經完成超過十分一。佢日前同建築處處長等去到將軍澳百勝閣消防處紀律部隊宿舍地盤視察進度，最高17層嘅嗰一座已經安裝到第4層，視乎樓層嘅高低，裝嵌一個組件需時15分鐘到半個鐘，每層樓需要5日就做好。梯度掉咗，入邊啲管就匿咗，係啦係啦，係啦係啦，窗啊窗花都做曬。黄伟伦入到一个啱啱装好的盒仔入边睇，见到入边装咗80%的基本装修、间隔同设备，包括地砖、窗花、浴缸等。建筑署话宿舍预计系出年年底竣工，早过原定2021年第二季的完工日期。黄伟伦话组装合成的方式可以提升生产力、工地安全、环保表现等，期望技术可以令业界克服成本同埋劳工不足的问题。将军澳百勝閣消防处纪律部队宿舍提供合共648个50平方米的3房单位。下一个应用这个技术的古洞北新发展区福利服务综合大楼将会在今个月动工。有线电视记者郭永恩报道。一手掌握有线新闻。